从这边看好像两个绒毛娃娃哦，是阿尚给我们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出去的话它就有洞啊。他以为我们是好心的人，然后就想住在我们家。他以为我们是他主人。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在我们家躲雨哦。你好瘦哦。哎，这里有吃的哦，猫咪，这里有吃的。啊，这里，那里有吃的，那里有吃的。哎呀，是饭了呢。他很饿哎。好，我再去拿，慢慢吃哈。你猫咪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很饿，你要好好休息哦。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个纸箱啊，然后可以在里面待着哈？看他很像想要谢谢我们哎，因为他还没有吃完，他就好乖好乖，你赶快吃哈。他其实蛮漂亮的，只是有点瘦。那我们要爱护小动物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帮你准备个纸箱哈。好。你好，我看猫咪又来了。来了耶！已经聊晚上了呢，猫咪怎么还不来？我再看一次啊。吃得好一点吗？今天都没有来吃呢，今天拜拜的关系。它如果住到我们家之后啊，我们就买很多猫的食物给它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啊，你们想要养它吗？想要。我们去找一下好了。我来走一下，顺便运动一下。猫咪啊，你躲在花盆里面。喵。会不会躲到货车里面啊？会在货车里面吗？0%的可能。好想它哦。如果它在里面，有喵咪就叫着你。哎，有狗狗哎，你的猫咪被狗狗给吃了吗？我是不要坏你的面子想吗？缺那狗狗，用全世界它有吗？喵喵的是你。我确定那一只真的是一只狗，现在看起来像大象。我学这猫咪呀，它以为是我他的朋友。喵喵！找到是它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有没有看到车子下面？我带那个篮子过去吗？好，带篮子过来。你看它有点面带凶狠，因为它曾经被背叛过啊，很可怜。就它主人因为搬家了啊，它找不到它之后就没有再把它给带走，很可爱啊，有没有？我妈来了，我妈来了，我要把它好歹带来了。这猫咪现在对人类已经产生了一种害怕。你要吃吗？这里好可爱哦。又是那个爸爸。我是爸爸。你想住在我们家跟乳山住在一起吗？成为我们的家庭的成员。哇，他是男生，好大一颗。你看他尾巴翘起来了，表示他就在很开心嘛。对，进去都是这样。哇。来进去，进去。他要出来了。去我们家好不好？走，喵咪走，走，不要再过着流浪猫的生活了，好不好？家有牛奶哦，家有牛奶。怎么了？走吧，好，来来这边，对，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你喜欢我，哈、啊、原来他是喜欢我的，好，走了，我们回家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，你在讲我18岁，对不对？您今年几岁？好，来来，就是这样子，来来来来我们家。你以为这样他就会当你们是猫吗？喵喵喵！小咪过来，小咪。他被小咪了，帮他取名了。瞬间帮他取名，好漂亮。小咪，什么？这次啊，我去买罐头肉来给他吃。是这样啊？哇，好好啊。很高级的，对啊，前两天都喂它吃，好多好多好心的人哦，都给你们了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不就要先带它去打那个针？对啊，要打针洗澡。想说那个带去那个动物医院，然后看检查看看。哎呀，现在先不要摸它。猫咪，你好幸福哦，都有贵人帮助你耶。